依支個股推介係香港電訊6823經濟日報投資熱話組揀選，原因係美國近日公布嘅經濟及就業數據普遍差過市場預期，進一步加強市場對加息週期完結嘅預期。美國十年期債息早喺十月見頂回落至今，咪根據 CME 數據，更加有過半嘅機率啦，美國最快2024年3月開始減息，憧憬美國息後進入下跌週期，咁預料有助傳統高息股，好似係香港电信见底反弹，现价买入有望财息兼收。香港电信业务具有防守性，盈利表现稳健和强劲现金流，足以支持继续派发高息。香港电信昨天收在8.65，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，2023年和2024年的息率都接近9厘。香港电信在9月至11月期间股价在8月的水平筑底，11月中升穿下降轨，昨日进一步升穿8.5阻力，走势转强，可以等候8.5吸纳，中期上望前等10元的水平，如果跌穿8.2就止蚀。